我发现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女人。原来我曾经是一个很有自信、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男人。我这几天最大的学习和体验是，我发现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勇敢、能够影响别人的女人。所以现在我变得更加勇敢了，我想要把我的友爱传达给我身边的人，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，还有我认识的所有人，或者我不认识的所有人，我都想要给他们有爱的感觉。我是 Daisy， 我是一个勇敢、有爱、自信的女人。这几天我最大的学习跟体验是，原来我在现实生活中我忘记掉了，原来我曾经是一个很有自信、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男人。然后接下来我会把这份影响力带到我现实生活中的团队，跟他们去一起创造到最高峰。我是一个勇敢、有自信、有担当的男人。